他说原来如此，马里奥果然名不宣传啊。还要再打吗？爸爸，我爸爸、啊、你哪还有啊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区区的力宝宝根本拖延不了你多少的时间呢、啊？力宝宝什么？就是他那个折纸兵吧。他洗什么，爸爸？看一下哦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亲自用折纸之力解决你。哇塞，会飞！老天哦！他不就很厉害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么厉害就是了。他变魔王了，王修。王修，哎，你看懂？等一下、哦。他好酸哦，果然是王修。我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你，拜托你不要再这样做了。奥利维亚，是马里奥把你从墙里给救出来的吗？不过想阻止本王野心的人，不配当本王的王妹啊。从今日起，本王再也不是你的王秀奥利了，本王是折纸王国的国王奥利王，奥利维亚，奥利 king， 哦 king of the world， 奥利 ok， 哦，他飞在空中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我飞不公平。本王的野心就是把那些可恨的奇诺比奥全都折成折纸啊！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坏坏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？而且你是翻白眼呢？真的、哦。再让所有的纸片改头换面成折纸兵。本王要把这个扁薄的世界打成折，有折纸统治，为折纸而生的折纸王国。在干嘛？爆炸了！爆炸了！哦，砸了！好多线啊，爸爸！这是什么线？海带、欸？也、欸、不是，那不是海带。不对，那是纸。还有魔法用把那个包围。他把包围了、欸。哇，结束了！哎、欸，没有。我要跳上去，快快快快快快跳，快跳！这是他儿子吗？那是本大人的超级机器。这是他儿子吗？他儿子之前不是做这个？不是他儿子。哦。虽然并不是他儿子，可是是他的熊，他的那个兄弟。库巴的那个吗？熊弟，我聊鼻涕。好，我帮你擦。嗯，把别人外套披着。路易吉。哎、欸，路易吉怎么办？他回去救路易吉了。路易吉不在里面。他回去救路易吉。哎呦，摔死了。Why everybody？ 路易吉让他直接。好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路易吉已经看到里面。他要回去救路易吉了。路易吉刚才不是找钥匙？对啊。对啊，他在里面。哇，那他去救路易吉了。Oh my god！ 那怎么办？储存中。就本来就去救他们啊，不然呢？天啊、哎、爆炸吧！盗拆中，气死我了！哈啊！哇塞，我会这样啊！跳起来！哒哒！端端端。什么都没有，好吧。我敲了车子，不要一直敲啦，去绕一绕，这附近绕一绕。神之手哎、欸，神指之手，神指。你有没有看？奥利维亚不在，无法使用哎、欸。来，再绕一下。啊！我看对面有那个储存的，没有啊。绕一下，他们可能分散了，要去找他们。啊！再走，再走。还可以，下面可以抓。
往下走啊。都没有哎、欸。往这里，再过来，这里这里左边，这里下面，下面下面，来这里，对 对, 對，看到吗？哎、欸，这有那个，小心，小心脚下，然后嘞，掉下去会受伤哦。这里有个大洞，掉下去受伤。如果把洞补起来就好了，怎么办呢？按吧。马里奥，这个给你披着好吧。他说什么？没有看到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先起来一下，没事。神圣片看看。神纸片，他说你可以用这个袋子来做神纸片，好像可以吗？世界的纸片。神纸片就像是构成这个世界的纸片。只要多收集一些拼到空心洞上，也许就能恢复原状了。哦，你有袋子了，只要看这个袋子就能知道目前收集到多少神纸片了。OK， 用锤子锤打敲打周围的花草树木，应该就会有神纸片跑出来哦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去吧。敲树啊，敲树啊，去去去去去，我把树敲爆。好，去吸，去去去。我不用吸啊。哎，是哎，它要变颜色。哦，绿色就可以了，赶快去吧。废话不多说。这么简单啊，游戏。没有很简单。哦，是利亚，利亚，利亚是哪一个？有钱呢、欸！哦，是有发财了，洞补好了。哎、欸，他头摘下去啊！钱先吃一次，赶紧去救他。是不是要用那个绳子的手救他？不是，直接把他敲上来是吗？你过去啊！你干嘛？我们现在准备一点。不用啊，树全部都在树，没差啦。赶快过去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准备纸片啊，不会啊。你又没擦，要干嘛的时候再打就好了。是的。满了。先救人，你又不先救了，还有时间那边捡东西。人都死掉了，还没。先救人好不好？看有危险先救。哎呦，飞出去！哦，大只大 ，no， 得救了 ，thank you。话说回来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呀、啊？想找个人问路哦，但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总之，我们似乎只能在这附近调查看看了。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就不用客气，按 X 来找我商量吧。会掉下去啊、哦？不会。我敲，我在敲，我在敲，我在敲。我想问会不会买来可以收集吗？还可以。真的哎，可是它不会变颜色啦。对啊。所以就不用啦，等那个再。它只能变绿色。对啊。绿色又不会。用完你再敲啦，不然浪费时间。可以用神圣之手哦。谁用我说要怎么用？握住，敲打。握住。在想那个。握住。你方向有差，两只手，你就靠近两只，两只手靠近，两只手靠近，两只手靠近，对。用打的还是用按的？直接用甩的。对，直接。啊，可以跳过去啦，它有洞，那边可以记录啊。好大的树！这是问号哎、欸，还有蘑菇可以吃。蘑菇会长大？你会长大吗？不可以长大。它补血的。路途中不可或缺便利道具。OK 啊。按加开启确认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刚才已经跟我讲了。Y 选择就可以使用。OK。阿水要往哪？满了就不用了，再走走看，右边那边。我知道，一定是这里。它有没有地图啊？哎、欸，不对。
堡。好漂亮的景色啊！那里是山顶吗？嗯。你看，碧姬城堡原本的所在地，城堡飞去哪里了？明明就在那边。我记得那时候很多绳子胶带缠在上面，将碧姬城堡往上抬。他眼睛是脱窗，是不是？就这样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他真的眼睛脱窗哎、欸。找到啦、啊！这太难找到，我们一秒就找到了。居然可以在那么远的山上，而且绳子胶带还缠在上面。我怎么一个头顶我的头？这是谁头？还有谁脚？王兄，难不成把自己和碧姬公主一起关在那里了？哎、欸，这样我怎么讲啊？王兄，身为你的妹妹，我一定要阻止你哦。这里我好妖。我是妹妹啊，我是妹妹、啊。真的、哦。好棒的啊！啊，对了对了。啊，佩呀。说到兄弟姐妹、啊、姐妹吗？啊，佩呀。我看到一顶与玛丽奥同款的绿色帽子，就掉在城堡原来的地方哦。那个难道是你兄弟的帽子吗？啊，是是是。哎、欸，真的是你兄弟的东西啊，那可不妙了，假不妙。真不妙。啊、哦，也许我们应该赶紧回到那里看看了。好，我们赶紧去救马路一集。我好担心啊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哎、欸，你很凶哎、欸。好好好，你不要命吗？欸、可以救这个。就只是一个血。先去记录啊。储存。只要完了。存中。我敲，我在敲，我在敲，我要把这个树敲爆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，爸爸脚好酸。不要坐这，不要坐这。来到这里。好像有人来嘞。嗯。敲，我在敲，我在敲。敲了，他敲下去，好可怕、啊。我就是要一直敲。这锤子，他居然敲下去了，他敲下去，好可怕、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森林里的小声音哎，应该是那个吧？哪个？那个、啊。你去别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不对。What？ 他留着胡子呢，是张纸片呢。哎呦，还扣血，被刺到了，好像很痛，被扎到了。没用啊！不能过去啊！啊，所以嘞？往下走啊！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去吃钱啊！德特伯爷爷好像就不能走那边，他搬过去。你们就可以，谁跟你不行？你不要死掉啊！什么钱？又是钱？钱不？这个我用敲的、啊，敲。赶快，好。气死我！你剩25滴哦，你不要再扣血了。好，走。动补一补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等下可以敲了。他说：“你走来走去的是迷路了吗？也是觉得很可怕哦。”有客啦，爸爸。啊？啊，我们要补个血吗？不要，先不用。啊，而且要死。就没那么容易死吧？有啦。他等一下就死了，死了就完蛋了。死了再说啊。你还没死了再说，我就在那边。还没擦。没错，再从记录点走就好了，你不要再去碰它就好。应该会空吧？往下走，上面啊，拉哎，什么东西飞出去？哎，有钱哎、欸，钱有什么？还没有动，就不动。不要，那个洞会掉下去哦。上面哎、欸，钱怎么去吃啊？Oh my god！ 我知道在干嘛了。不要讲哦，去。去哦！爱心，十块。不要敲过，不要再敲上面。好，爱心中间两个先。这个，嗯。
不要踩上面。好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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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，上面先敲石也是。敲下面，上面上不要敲过，不要敲。敲，好，下面。好棒哦！啊？干枯蘑菇，干巴巴蘑菇，用水让它恢复吧。先敲敲，先敲敲。敲。不要踩上面。好，下面下面这个。嘿，石原。因为结果像，因为结果像，宝宝腰好酸。一百，看这个，一百。哦，最后两个，我要坐这里，我那边腰好酸。如果这样讲话，声音就比较小声。结果，结果，没有吗？对对对。星星。躺着。好的。我不知道这要干嘛。这样做腰，赶上去，赶上去，来来来，差一点，跳上去，是吧 ？OK， 敲掉，敲敲敲，可以打开。坐着玩。啊？哦，冰淇公主城堡了。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看起来有点可爱。嗯。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。要收集是不是？不用啦。他写的。应该不用吧。在。这么烦的、喔。这么烦。写什么啊？那边有洞啊，就把洞补起来。他写什么啊？什么写什么？得到宝物模型展示在奇诺比亚的大博物馆。那个上不去是不是？还在说话，气。谁飞上去了？他被搞迷糊了吧？在笑。笑嘞！等一下，我就打爆他。嗯？来啦！来，他会掉下来。会啦。什么东西？火花，回回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金粉的火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。你掉下来是金粉还是银粉呢？我掉的是铁斧，你很诚实，我送你一把生锈的，诚实。哎、欸，你给哥哥，哥讲，诚实的什么啊？这不是那个吗？是植物大战僵尸那个。哦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你要、哦、好恶心，变态！哪来的？哇啊啊啊！哦，可以跳上去了。拜拜，你这这……哎、欸，你靠着，可以靠着。走，球掉了。会不会？等、欸、你盖盖着了。外面起来一下，外面起来一下。拿、啊、过来给哥哥一些。好，叫叫叫叫。我给呀，爸爸爸。敲掉你这是有问题，看起来就不像东西啊！彩蛋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个放，那不用补吧？这个我有钱呢。对啊，有钱啊！哎呦，跳下去干嘛？这么刚好撞在那个角落，有十块呢。该吃，快没钱了，上去。彩蛋，彩蛋。和我一个路。抽奖，抽奖，开奖，开奖。开奖，呵。哎，断掉。太弱了吧。在笑哎、欸，森林的声音在笑。哇。后退一点，看没。哇。后退，再后退。我看看我身上有什么道具。你先不用用道具，就去找啦，去补啦，去别的地方。干嘛？你再看，我会再用一次，可不可以再丢一次？再丢，再丢。你刚是按什么丢 ？A 呀 A 啦。丢丢那个。丢什么？彩蛋啊。彩。纸啦。纸怎么丢？你后退一点，你看丢在那个上面会不会复活？哦，不会，好，去别的地方。往上还有吗？我知道。敲。他翘下来嘛，不然你是神之魔法什么？好、神圣之手，神指之手，对啊。
东西没有用。摸。哥哥，刚哭的童子。随时撒一下东西，因为背后不准。哎，后面有地方。往一里过去，好棒棒哦！上去啊！跑出来干嘛？哎！就是在绕圈圈，走，再走，不管。我们是绕到头都晕了，继续绕，没关系。我们要不要到那边的树墩上休息一下哇？出发时间，上去吧。你们两个，不能坐在酷德酷爷爷的头上。嗯，谁？天龙呢？啊！他长老。德酷爷爷是这座山的长老哦，是很伟大的树哦。什么很伟大的树？那我们拿掉没去。他说什么？等一下，却被那帮奇诺比奥们斩断了他自豪的身体，变成可怜的树墩了。说，我镜子没拿。等一下，说的没错，老夫非常讨厌那斑，把老夫变成这个样子的纸片。我要喝水。等一下，陈，等一下。他咳嗽。老夫现在连讲个话都觉得很费劲。费劲？为什么费劲？没错，没错，讨厌，讨厌。德库爷爷被砍了之后，受到了打击，导致意志消沉，变得跟一棵枯木一样。哎，估计那里也有一个。因此，不仅是奇诺比奥所有的纸片，他都非常讨厌哦。你盖着，不然你会流鼻涕。加酒啊！他说什么？等一下，想要离开这座山，就必须得到德库爷爷的允许。太狠了吧！嗯，太狠了吧！看到吗？脚不要抬下去，高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这样子。我不要这样。这样子不是比较好看？没有，你这样子也行。好，你要不要再去拿一个枕头来？有。这样看到吗？嗯。他说：“你们已经被讨厌了，虽然很可怜，但可能一辈子被困在这里了。”哇，一辈子可不行啊！爱吗？德库爷爷，我们两个不是坏心的纸片啊，而且我根本不是纸片，而是折纸哦。你说什么？折纸小姑娘啊？既然这样，你就想办法给老夫变回精神百倍、神采奕奕的样子吧。你们如果能办到，老夫也不是不让你们离开这座山。
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办到，但我看到你失去活力的样子，我也感到很难过啊。毕竟我们也想赶快从这里出去，就试试看，帮忙吧。为什么是打喷嚏啊？折纸小妹妹，哪里吗？你愿意帮忙吗？折纸小妹妹，看到吗？过来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有什么玩？等一下，太好了。那我就帮你们解除这座森林的迷路诅咒吧。哦，因为他们受诅咒了。我们受诅咒不是他们，是我们，不是他们。他们两个、啊。这么冷、啊，很冷吗？这样盖会冷吗？哦。Oh my god！ 诅咒解除了。好的，这样一来你们就能往山的深处走了。回来在这座山的某处，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种子，名字叫做生命的种子。是我们那颗吧？只要有那颗生命的种子，德库爷爷一定能变得活力十足，就交给你们了，加油吧！走，我们要往这边。随便。还是按成另外一个。不要乱敲，赶快走了。先敲啊！纸片来了，纸记录，先把那个。我就去拿我那个被子给妹妹，妹妹捡，赶去搬那个。你先捡，先捡。So easy 啊！你帮他擦鼻涕，谁？啊！你帮别人擦鼻涕。啊，我不行。这样不仅能解决折纸兵，还能得到神纸片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妹妹先抢先。OK。哎，我他问了你吗？我在看。哎，他说什么？话说。等一下。先把命。好啊，好，不然他等一下就是打喷嚏。嗯。妹妹来。爸爸。好。话说回来了。走走来。我先救妹妹，等一下。你先等一下，来，可以吧？好，来，开始。等一下。话说回来，居然连这种深山都能遇到折纸兵，这样可以吗？凭什么？也许他们是来做什么坏事，总觉得有不好的预感，可以吗？可以
这样比较不冷。可是哇，这一定要让我补重耶，气死我了！哎，干不下去。哇塞，他还没丢上来，太强了！是之前的，他前半很高。哎，还挺。我可以教他了。哦，可恶，这你厉害。你刚有帮妹妹擦鼻涕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帮她擦鼻涕？哦哦，完蛋。锤子啊？哪是锤子啊？跳的。这个不要按锤子。妹妹收起来，妹妹收起来，怎么起个鼻涕啊？怎么一直流鼻涕啊？开始，都包成这样流鼻涕，别过敏。这么 easy。 那个折纸怎样？谢谢你救了我，这个送给你做谢礼，可以吗？哦，钱呢？他好有钱哦，好棒棒哦！跳一下，我还以为他是折纸巾呢。那先找种子救救。我们应该有了吧？啊，可恶，没敲到，可恶！可以啊，可以把它敲爆，太多了吧？你先把它排到那个纸的，纸的先跳一次，不要动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好。哎，干嘛？快点回去哈。开始，红旗上升喽！啊！他这次变数量太多了，你要先打。要两次攻击啊，没错。什么？在行动的地方。那不会是只能够行动两次吧？好吧，开始吧。九滴都不到，再一次，别这样。天！没有滴了喽，滴，200多哎，好少。哎，救下面那个！刚才有那个大的蘑菇，不需要放在水里面。对啊。调查。别抖脚。我种子已经放了，出事了！哎，我不是。
丢到种子，他叫我们放到水里啦。放水里了。再一次种子，再一次回去。为什么？他叫的啊。你现在开始。我已经放了。你看，哎，我变两个样子。下 X， 按 X。等一下、哦，按一下。嗯。再按。你要回去是不是？先储存吧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先储存中，储存中。等一下再换。我先去救救那个阿公。是用那个爷爷。阿公。救爷爷。那个叫 Oh my God 爷爷。啊！脸都被我挖掉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折那个抽到折纸兵哎、欸。大折纸兵懂了。不要抖脚。但是，还下雨。这个面目全非的样子。爸爸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。我想看到他这样空洞的样子。不想要看到他这样这副空洞的样子。他说什么？等一下啊！有一群从没见过的可怕家伙突然一哄而上，把德库爷爷给德库爷爷，哇！德库爷爷，他被吸掉。虽然瘦成这样子，看来他真的很虚弱啊。哎，快看马里奥，仔细观察之后，你不觉得这个空心洞长得很像吗？也就是说，用绳子。安迪亚撒绳子之便填补，也许能够恢复原状哦。我撒。哦，恢复了。发生什么事？老夫好像被什么人给攻击了，难道是记错了吗？你没有记错，元神。也许是年纪大了，很多的事情都记不清了啊。太好了。变成空洞的德库爷爷恢复原本的原模样了。快看快看，他那顽固的眉毛和倔强的胡子，全部恢复原样了。什么啦？真是太好了！毕竟德库爷爷可是深受大家敬爱的长老啊。但是德库爷爷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没有精神。哎，对哦，你要给老夫什么东西呢？给他种子，还有鼻涕吗？有鼻涕？有鼻涕吗？有鼻涕吗？德库爷爷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哦，你还看得懂，不错不错。有鼻涕吗？就是这种感觉，身体发热了，这东西还真有效。这是什么？大补丸。唱歌哎。哦，神了，难听哦。太好笑了。还有我们也开始。生命生生不息。活力是什么？如同过去一般强壮又结实，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吧，巴迪兽。见魅力，这是什么天气恋歌啊？发光嘞，长根。哦，哎呦呀！哇，直接变大哎！太大了啦，这有问题。哇，好厉害，好高大哦！老天哪，这个，这是不是比一个人还大？唱完歌，德库爷爷就长回来了。太扯了哦！那不是爷爷吗？德库爷太厉害了，真是雄伟啊！我已经恢复原力了，不对，与其说恢复活力，不如说返老还童啦啦啦啦啦啦！叫我 baby， 这倒是破坏了生命的种子，谢谢你们，好心的纸片和折纸小女孩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你们想要离开这座森林吧？喂喂喂，赶紧把路让开啊，让他们过，让他们过、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，过过过，都过都过，太好了，这样就能称王，碧琪公主的城堡了。我想饿。马里奥，也祝德库爷爷身体健健康康哦。看你的身体已经变健康了嘞。
吓坏了宝贝。宝贝，你个头啊！德库也是个人。